前辈校长他会觉得不可思议啊，到这个学校来，他可能已经四八了，未来可能前途末路了，甚至也有一些校长建议我要去当一个王校长。王校长就是把这所学校亡掉，让这里孩子到外面去就读，身为一个教育人，他没有悲观的潜力。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那我就去努力的让他变得什么都有。山区啊，山区礼拜一夜市比较热闹的时刻，大家出来看看小孩子有没有在外面群聚啦，做一些伤害学校名声的事情，比如说抽烟啊，做一些让地方觉得啊，这个学校不怎么样的一些举措啊。现在不会了，现在你看我们刚刚这样走过去，也都没有看到我们的孩子在那边这样的一个情况啊。你回龙哥穿五件的啦吼，同我穿的，今年拄我穿。啊，像阮头下暗时啊有迄电火会使，像这个电火会使啊。会啊，那会使。哎，我头下来，我那来穿一裤啊，好哦。这里是全国新住民密度最高的地方，台南市东山区。进来坐。哎，好啊，还是哦，这家馆哦。冯天勇夜访的这个家庭，其实是许多偏乡地方的缩影，收入不稳，教育程度不高。在地学校也面临并校废校的命运。现在国中我都很怕小朋友会叛逆啊，现在都叛逆期啊。嗯，对。那边读真的小朋友可以放心。你那一眨眼两年了。像我儿子去那边，我刚放心嘛，我就袂歹个安尼。那人最近当然国中办了是真正袂歹。对啊。我知道啊，现在啊，对台前也有兴趣，我就跟他讲嘛。生长在贫困的家庭，自己有什么贫困都啊？对啊，没有啦，贫困是没有，贫困是自己觉得贫困才会贫困。你看，那清雄他自己在那边也非常珍惜啊。有好的学生，我会介绍到你。对啦，感谢啦，感谢啦，不遥远。对啦，会啦，会啦，妹，那个妹妹加油啊，妹妹，我要加油。对啊，妈妈是那个新住民，密度蛮高的哦。嗯，现在没有一二三年级加起来可能六七十个，六十几个应该差不多这个数吧。慢慢来好不好？失败。不要打他，你会打呼。你坐下来，是要打他看一下面的。果突然的教室里传来一阵快乐笑声，社区妈妈正聚在一块上课。黄天勇利用现有的烘焙教室，在晚上开设厨艺班。除了让新住民尝尝在地口味，也提供他们工作机会，改善家庭的经济条件。我们这个有多少？今天压岁钱，今天压掉。每天上课跟妈妈一样。真的，妈妈上课了。今天我到山，也前去山把老师傅教我的。走走走啦！赶快！老赵，那小孩子在这边育苗啊，要育苗啊，而且用下一波的秘密武器啊！哎呀，这精油。六年前，当时才34岁的黄天勇第一次当校长，却以台南县评比第一名之资，选择因为招生量不足而濒临废校的东元国中。他抱着初生之犊不怕虎的心态，发愿一定要让这间学校起死回生。对于这番好语，听在许多家长甚至其他同仁耳里，大家都不敢寄予厚望。不到六年的光景，入学率从50%快速增加到90%，人数也从当年不到100人，到如今接近200名的学生。选这里的时候已经跌破人家的眼镜，啊，第一名的校长选偏远最偏远最小型的学校，第一次跌破人家的眼镜，第二次跌破人家眼镜是哇年年增班，那我科里。你看你看过啊？罢了，哎哎哎，我知道，谢谢，大家，谢谢。过去社区对这所学校的认知程度都觉得说，它是一所没有希望的学校。那我在这边，我就是极力要去扭转这样的一个形象。先公布哈，上面哈这个各种的哈，还有好多来代表哈。多谢你啊！
小小的米袋是乡亲认同黄天勇的大大心意，只要一有时间，他便积极走访邻里结好缘，为学校争取了不少经费物资，这也让他成为东山区家喻户晓的行动校长。那你学多久泡咖啡？泡咖啡是从国中一年级的时候开始。那你现在几年级？这些都可以先学着来，泡了两年了。一年半，你们咖啡渣最后都会怎么处理啊？就是当成肥料，就像这种树啊，就可以就直接埋上去就好了。谁教你的？校长说的。物英姐部分可能要特别注意啊，物英姐部分。行动校长似乎也用不到办公室，黄天勇索性将校长室腾出来做储藏用。在这完全没派头的小小空间里，校长与老师讨论的事情却很有搞头。这比赛项目考项吗？对，给你啊。他在家里也开发了很多烘焙的产品，清咖喱处理这烘焙产品，也为了东印国中来打拼啊，超好吃的。上面有的他都看过一次，找到自己的路。最近哈，最近那点像黑的，黑的龙梦书大概就请慧婷帮忙一下。然后这样子慢慢背，就是背，然后把它包起来，但是包的均匀，有没有？好，还没，好，去看麦，你哥还卡焦粉呢。利用东山特产龙眼干与关庙凤梨，花了一年时间研发的龙凤酥，是辅导主任蔡慧婷的创意。在地食材结合巧思，替在地产业找到另一门出路，也让在校生习得一技之长。把自己的个性磨一磨啊，磨得圆一点，就像这样子慢慢磨，对不对？一刚开始是零零角角的，好，磨久了圆了，就以后比较顺了。锅炉里扑鼻而来的茶树香气，是教务主任陈一鸣运用他的理化专长制作时下流行的植物精油。同学们正在栽植的这块无污染园地，恰好是高品质精油的最佳保证。这个回去还要再分，这个都还太粗。然后最好的肥料就是我们学校掉不完的叶子。我们地上还有种薄荷，还有那个其他的植物，记得就不要踩到。嗯，应该会分吧。哦，什么是杂草，什么是薄荷？现在这个比人还高了，才种一年半呢。金银黄应该从头到尾都有看到。吃啊，走一走，然后等一下，好，今天12点前跟睡觉。有。超好。OK， 你再塞一场。这景啊，对啊，一般国中很少有这样的情况啊。这今天晚上训导主任才要求小孩子。把他的那个拿出来做曝晒啊，可虽然这都是一些小事情了，可是就是要在小事情上面找感动啊，要不然你要自嗨才有动能啊。后街有一挂人买物资好了，因为说如果有人要捐的话，哎呀，如果有人要帮忙孩子的话，你看这党国国，那应该都无那个啊。这党国国这无什么，这棉絮无什么御寒呢？他们被套，哎呀，被套拆开来晒。哦，糟糟啊！一下而已。好，我去做这个。是啊，摩尼啊，老师，摩尼啊来。当年避之唯恐不及的问题国中，现已逆转，成为人人争先试读的学校。那个等转入之后再黑啊。你先安住宿的部分先帮忙安置一下。哎，多好，你今天来多好，这学校的那些团队都有看到。五十队的小孩子台柱都还没来。哎呀，那个是石头。四头四尾都没有。
鼓棒与鼓皮撞击后的声响直击人心。王天勇希望借此消弭国中学生过多的暴力之气，而秦练挥击背后的汗水也替学生赢得更多的演出机会与掌声。李成业，所以听到这边，四月你们就要带要去参加全国身心障碍运动会的开幕表演，所以你们一年级要赶快加油啦！刚刚校长看到那个吊棒的啦，表演鬼啊，那个吊棒你把修好嘛你。哦，有时候好不是说只有你那个鼓技好，那态度也是那个专业的表现的一环，要啊。新营高中的陈思颖曾经是东源国中大鼓队的一员，平常下课除了回母校带领学弟妹练鼓，家境贫困的他也得到校长持续的关爱，让他食宿都跟学弟妹在一起，省下一笔庞大支出外，陈思颖也以陪伴学弟妹来回馈。虽然我毕业了，已经老了，可是呢还要跟你们提醒一下，是打鼓是有诀窍的，你心里面要念，边念的时候边打，这样你才不会乱掉。可怜的班长，可怜的班长。啊，我放弃了，放弃了，忘记，我忘记了，我忘记了，我下去，放着，腰背，手放开。然后，你们叫我请吴燕老师哦，带你去宿舍一下。吴燕，看，把简历都模仿。报你！你们今天有没有洗衣服？今天有啊。等一下，来帮忙看。紧张哦？怎么还是一样？想零点一，哭了。你才有帮忙。你才还没。你才要帮。加油吧！我领你了，来了，脚站好，反弹坐好，哎，蹲慢一点，站好快一点，哎，我们妈妈来了，哎，好好好，加油啊，加油！我们国家队走训中心。嗯，感谢您，不会。我每个礼拜要看他，他今天跟我讲说要吃什么，是我们礼拜带来东西给他吃，很爱吃，但是不会胖，超爱吃的。他这样好像很辛苦哎，又不是。快点，妈妈郑华义哦，哈！教练有没有跟你讲，二月份要去走训了？我是带教练带的。没有，新的国家代表队教练。那一年级哦，这次没有比赛，不过校长觉得，我应该会带你们去现场观摩，也去感受一下那个比赛的一个情况。再来杨凯信，啊，你们来看学长，那一年以后你就像他们一样了。哦，那个国中生哦，国中生，请你们全力以赴啊，但是不要受伤啊。谢谢校长。脚跟。
学校试班的时候像要急救的病人一样，就是像篮球的声音啊，踢跆拳的声音啊，举重的声音那种，在这边当校长才有活着的感觉啊，对呀。体育是东源国中的重点发展，即便如此，校长也不忽略一般学程。你看第三题，看第三题来，你会发现 be 动词后面都一定会接那个主词或代名词，所以这个他就是 he。人家问你，你要爱回答，所以你要写 no I。这堂补救教学便是要让体能跟得上、课业跟不上的学生能够德智体群兼容并进。有没有不会的地方？没有，他不会的话要讲。然后见机行事，我们先挑我手术，他说你知道他什么意思？白天指导大步，夜晚陪读。这样认真的陈思颖，其实在国一的时候也曾迷失方向。心一会变通嘛？啊，心一吗？他是心一零这样子。然后嫁来台湾之后，就跟着我爸嘛。可是我爸一走之后啊，他就必须担起家计。我还有两个妹妹，我们三个是隔代教养，所以在那一段时间，我就觉得自己还蛮混乱的，所以成绩也一直掉嘛。然后就是什么事情，就是感觉好像生活就迷失了方向的感觉。然后是校长就是及时把我抽出来嘛，然后就是讲一些话，就是激励我嘛，然后也给我更多的资源这样子。明天到虎队会练的哈。啊，会。啊。人家刚讲了很多你的好话呢。真的哦。没有没有。讲小校长好。讲坏话，讲坏话。好冷哦。那你们等一下多拿一点了，我好饿。好。好，吴老师，怎样？餐厅的点心哦，好，吴老师。餐厅的点心啊，家里的味道。嗯，是，是的。刷店的音啊，就是的精神就是很乐天，就是很乐天呐，乐天，对对。就是我们开朗，可是我们并没有。人家说那什么什么真卡怂人，不是这样子，我们是个性比较开朗，嘿，然后也比较积极这样子。好，那谢谢妈妈们啊。好，谢谢。谢谢阿姨们。谢谢阿姨。快点，坐下。聊天。继续。害怕。好，明天我还要来 review 一下我的大鼓。好啊，你们要认真哦，真的了，就前面忘记一点点。以前跟他们住的话，就比较没有那种束缚，就是因为校长让我跟他们住，就是想说有什么事情的话，他们做不好要跟他们讲。他很怕，要变，好回来，干嘛冲出去啊？怎么都变？电全部掉了！哎，电来了！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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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走！好恐怖！校长啊！没有错，不好意思。校长，坏话。我们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马上否认。不是，这个事情他，如果时间差不多要叫他们睡觉了，嗯，睡啊，嗯。哦，你变很很早。还有明天记得哦，明天赶快回来，要中午要回来。好，中午回来。你跟杨文哦，是不是就是贵人的关系？校长算我贵人啊，对，因为每个人生命中都会遇到几个就是很帮助自己的，我觉得校长是第一名。我两个，我两个的，还有。我来讲，你们鼓励一下。
训练把它展现出来就好。啊，你讲有学长头前，互你对，互你看的啦。加油！等下比赛的时候加油了，哦，要加油！王子瑜要加油。孩子可能不会去的小孩子可能回家就是要看电视要打电动了，啊，我们这些孩子还学习动力还蛮强。很多关心动力国中的人进到动力国中来看到我们的孩子，他会有一种感动感，就在动力国中还能够找到那种属于这一个年纪该有的那种纯真感。可是我真的我进到这个学校来，我才发现这些孩子很苦，那种苦哦，不只是可能经济方面的苦有啊，可是我觉得更苦的是他心里面那一份苦啊。而且我觉得，身为一个教育人，他没有被动的权利，他应该积极的带领你手你的孩子走出一片天。好，玉皇，如果快满出来，你要指挥上面一下哦。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那我就去努力的让他变得什么都有。这个过程就是我觉得，我们要给孩子的啊，也是刷来的，刷来郎过去一直的一种形象是这个样子。这几年来，我陪多一国中的时间比陪我家人的时间还长，我照顾这里孩子的时间都比照顾我的孩子的时间还长。先锋兄弟啊，小人公过来打，一卡车包两边当国中呢。囡仔，生命它是一个不可回溯的历程啊，偏乡它其实是可以不一样的。那我在这边，我尽我最大能量去创造这学校的一些传奇。那我也深信，下一个经营者来，他也会创造属于他自己的传奇。